常德能出的书一向是好书。全民英检挑战单词这本书一共有1500个单词，我们这个书就是跟人家不一样，这里面的单词呢就是按照字母排列，所以呢你很容易呢可以查到呢你所想要查的这些词。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打开的时候随便来看一下，比如说 argue， 你看我都没有呢，我都是即席的。 argue 呢后头一定要加 with， don't argue with him， 不要跟他争吵争论。所以我们不只是一个单词，而是这个单词出现在试题里的时候跟其他字的组合，这个时候就是全民英检要考的东西。死背一个单词却不知道它的用法，相关的用法跟其他的字词搭配是没有用的。大力的推荐这本书，我相信一查一学一记是我们的这些要点，一定给大家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加油。